这就要回去了，你还有什么要嘱咐的吗？有，一定要注意安全，不能有一点闪失。别光说我，你也一定要注意，不要一打起仗来就跟不要命似的，要多动动脑子，别太冲动了。这个你都不懂，这叫智勇双全，我的傻媳妇儿。谁是你的媳妇儿啊？不好意思。哎，咱不是说好了吗？打下赵家围子，你就嫁给我，咱俩就成亲。 什么时候说好的？这事儿我还得考虑考虑呢。哎，你考虑什么呀？我怎么觉得你应该比我还着急呢？讨厌！我不理你了，我得回去了。哎。 干什么？真不打算嫁给我？说话呀！只要你安安全全打下赵家围子，我就跟你成亲。啊，咱俩说定了啊！嗯。哎，雷总，刘局长。 我怎么回事啊？你们连门都不瞧瞧进来啊？<笑>我们俩什么都没看见。没有。小豆子，你怎么来了？队长，桃花姐让我来送重要情报。什么呀？桃花姐说，张一鸣要来金山城暗杀你，要给日本人报仇，还说杀手会跟斧头帮的狸猫胜联系。还有什么？还有就是，桃花姐说。 赵老爷要娶云姐做司仪太，那个云姐以前是黄振奎的妾。行，我知道了，大力，送小豆子回去吧。哎，李健，那没什么事儿，我也去送送小豆子吧。也行，小豆子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他叫林小雨，是游击队的政委。林政委好。小豆子，我早就听说你了，以后啊，你就叫我小雨姐就好了。好。
那我们走了。路上小心点。嗯。赶紧去登记查庄，如果有什么情况，回来告诉我。你放心，大哥，如果碰见杀手，我立马抓住他。嘿嘿，走。慢走啊！谢谢啊！哎，来来来！哎呦，这不是王大哥吗？哎，大妹子，好长时间不见你了，你忙什么呢？下楼，下楼。来，进来坐吧。伙计上茶了。你别说，这么长时间不见你，还怪惦记你的呢。是啊，大妹子，我想跟你说件事儿。我来。大妹子，上次那事儿吧，我跟你说声对不起。大力哥，你可千万别这么说。上次那件事儿，我也有不对的地方，所以我才误会了你。哥哥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只要你不往心里去，我就不往心里去啊。大妹子，我问点事儿。嗯。林茂盛最近有没有不正常的行动？有。我跟你说啊，他经常去绸缎庄找王掌柜的下棋，说是找王掌柜的下棋，实际上他是去找王掌柜的媳妇儿。好。我发现啊，好几次这王掌柜吧，他不在店里，他照样去。你说不是去找他媳妇儿，那他去找谁啊？他能瞒得住别人，他能瞒得住我吗？这对狗男女肯定有事儿，我告诉你，你就去抓，一抓一准，把他们都抓起来才好呢。我问的不是这事儿，不是这事儿吗？啊，我是说。林茂盛他有没有见过什么人？有。来买茶叶的算不算呀？算。那就多了。对面的那个卖菜的王掌柜的，还有那对面卖灯笼的。哎，对对对，大姐。不是。我说啊，这是买茶叶的。你就不是买茶叶的。这个人的脸嘛，他不认识你。你也不认识他的买茶叶的人。哎呀，那就是不认识的呗。对。没有。来买茶叶的都是金山城的老客户。哎，大妹子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啊，这就要走啊？还没喝茶呢。哎，不了，那个有什么事情啊，赶紧跟我汇报。吹吹，水都凉了，赶紧喝吧。嘿，大哥。哎呀，哎呦我的，兄弟，你这干什么呢？这么悠闲，喝茶呢？没有，我这顺便路过。来来来，咱喝杯茶。哎，不，红酒嫂跟魏师爷在西街选了一块地儿，准备再开一家酒馆。好啊，替我问候他们一下。酒馆开业了，一定要去捧场。有酒的地方，我必到啊。哎，什么时候出发呀？每天也到路，后山蛇多，千万小心。谢谢兄弟。谢什么呀？咱俩是兄弟，现在又是同志。走了。哎，那你慢点。哎呦，大力哥，这谁呀？看着眼生啊。大妹子，这是我兄弟王展奎，当年是琅琊岭赫赫有名大当家的，现在参加八路军了，帮我们打土匪打鬼子。我说呢，看着就一身匪气，一看啊就不是什么好人。哎呀，我忘了，我大哥找我有事呢，时间不早了，我先走了。好嘞，那您常过来啊。哎，我走了。
这帮土八路都是穷鬼，你说咱们这生意怎么跟他们做呀？没法做也得做呀，谁让人家现在得势呢？是啊，你这话说的对呀。可是这个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？一提起这个事儿，我就心烦呐。好了，我不说了，我还是上祥泰跟王老板下棋去吧。是啊。 王老板他媳妇儿旗下的更好，这样您就不心烦了。站长，您是山西人吗？不是啊。那你吃的什么醋啊？<笑>老板娘，给口水喝吧，我口渴。去，我们家没水，找别人家喝去。老板娘，滴水之恩，当涌泉相报。我不会白喝你的水的。 这是我在白云观学的壶，特别的灵验。你当我傻呀？骗子！掌柜的，卖柴火的。你这柴火是卖的吗？当然卖。什么价钱？5000。我给你3000。 卖吗？卖。好，我买了，给我挑到后边去。好嘞。李静，敌人派杀手的事儿有眉目了吗？还没有眉目。林茂盛的茶庄一直有人盯着，还没有发现什么异常。 最近你要特别的小心，我为你的安全很担心。哎呀，不用担心呀，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，让一个杀手给吓着，他要敢来的话，我让他有去无回。非常时期，大意不得啊！大哥，大哥，我回来了。哎呦，大林，怎么样？临近茶庄有什么情况吗？那个，3个卖茶叶的，2个打听路的。 还有一个卖柴火的，我饿了，我让大家盯着，我就回来了。卖柴火的怎么回事？没什么情况。林茂盛要不买了，那个卖柴火人就走了，我觉得挺正常的，我就回来了。不对，这个就是异常情况。林茂盛不缺钱，不会因为一会儿柴火讨价还价的。这个卖柴火的肯定有问题。 他去哪了？我光盯着林茂盛来着，其他人我都没在意啊。这人长什么样？嗯，再把帽子压得特别低，脸也没看清楚。赶紧派人全程搜捕，要找到这个人。我怀疑啊，这个人就是杀手。哎哎，你赶紧去啊！一定要把这人给我找到。是。 哎，恭喜恭喜！恭喜啊！恭喜恭喜！恭喜恭喜！欢迎欢迎欢迎啊！恭喜！欢迎欢迎欢迎啊！恭喜！二哥，怎么样？找到那个卖柴火的了吗？没有，不过还在找。继续要找，尤其是客栈还有酒楼，还要盯着那个林茂盛。 林茂盛今天也来了，来了，我看到了，去吧。哎，兄弟，恭喜啊！<笑>那我先走了，朱总。有事儿来喝两杯啊！好，放心。刘副团长，朱参谋。好嘞。侯局长，恭喜恭喜啊！两位首长，欢迎欢迎。 生意兴隆，财源茂盛。<笑>谢谢各位首长光临啊！哎，老魏，你来这儿干嘛？还不把这几杯贵客带到里面去？好，好，好，来，里面请。我们可不是来吃饭的，就是过来看看红酒嫂和大家。希望大家在金山城安居乐业，过上幸福的生活。<笑>哎呀，谢谢领导，谢谢领导啊！不吃饭，喝两杯总该可以吧？啊？喝两杯也不行啊，我们队伍上是有纪律的。
纪律？什么纪律？到我这儿就必须得听我的。对，一定要听红九嫂的吧。跟首长，你就是别客气了，不要辜负了红九嫂的一片心意啊。那恭敬不如从命，你就进去坐坐吧。走吧，来来来，你们请，你们请。真不错，哎，恭喜了啊！就是，恭喜恭喜啊！还不错啊，坐这儿吧，这打点热闹啊，真不错，是是是，哎，我们去那边上来吧，来来来，来，你们坐这边吧，这边请，嗯，来来来，走走走，走走走啊！哎呀，请坐，请坐。哎呀，师爷啊，我说你这新酒馆够气派的了，比起我的快活林酒馆强多了。哎，哪里呀、啊？这都是红酒所操办起来的呀。哪里呀、啊？这也要几位长官光临才能蓬荜生辉呀、啊。红酒所，你这个地方选的不错啊，规模也不小。战魁啊，几位长官想吃点什么？好酒好菜，尽管上。哎，没问题、哎不要太铺张了，随便上几个小菜就行了。招呼你们几位长官怎么能够随便呢？哎，这回啊，就听我的。夏葵啊，我跟你说啊，上次那个事儿啊，来、哎、啊，你怎么还坐在这儿？跟我招呼客人去。啊，好好好好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几位啊，先坐坐，我告辞一会儿啊。行，坐吧，先坐一会儿。今天呢是本店开张，能请到刘副团长、钟参谋和李健兄弟的光临，真是蓬荜生辉啊！这样，我先敬大家一杯。哎，喝、哎、好、哎哎哎哎！恭喜恭喜啊！恭喜！哎呀，吃菜吃菜，多喝两杯，多喝两杯。
哟，原来是他呀！狼牙特战队的师爷，没想到啊，这个杀手就是他，就是可惜了，让他死了，抓活的就好了。这枪不错，德国货，可是还是败在了大哥你这个汉阳造手下了。早听说大哥枪法好，今天算是见识到了。比赵家围的那个虎子怎么样？啊，你们两个不相上下。大哥，战鬼兄弟，赶紧看看吧，红牛早不行了。九嫂，九嫂，九嫂，孩子大爹，醒醒吧！真没想到，这个鬼子杀手这么废，连人家毫毛都没伤着。对了，我要出去两天，如果有人问起来，你就说我娘病重了，回老家探亲去吧。站长，你这么一走，那你让我和帮里的兄弟们该怎么办呢？他们可都是拖家带口的，你让他们往哪儿藏啊？杀手已经死，八路又没有证据。你怕什么？这八路不是那么好糊弄的。你蠢啊！你就来个死不承认，他们能把你怎么样？如果这八路实在是逼人太甚的话，你就跟他们亮出你的真实身份好。他们能信吗？不信就让他们去核实好了。你是我军统金山站的副站长，你怕什么？如果真出了什么问题，总部会帮你证明身份。有你站长这句话，我这心里可就踏实多了。对了，我出去这两天，你一定要坚守住自己的岗位。现在日本人把你当成内线，所以他们只能跟你联系。你要记住上峰的命令，要随时掌握共产党和日本人两边的情况，抗日防共马虎不得。这个我知道。那站长就一路小心了。刘江，大家，刘哥，看到那条裂缝没有？我顺势爬上去，如果有路的话，回来通知你们的。啊，哎，你别逞能啊！那裂缝是那么好爬的？哎，万一出点事儿，我们还得担责任。咱是练家子出身啊，打伤咱怂家，爬这个你俩都不是个。真的，
让他去吧。啊，放心吧。啊，快去快回啊！慢点，大力。行啊，这小子有两下子。啊，对啊！听说这一带强人出没，不会被我们遇上吧？啊，没事儿，周围这几条路上全都有八路军的巡逻队，那土匪啊根本就不敢下山，您放心吧。哎呦，你这么一说，我更不放心了。这要遇上八路军和土匪打起来，我们怎么办啊？还活不活命了？赶紧走吧。啊，对，也是啊。这。什么动静？哎，忘了，这山里啊，指不定有什么动静了。时间可有点长了，大力不能有什么事儿吧？你这人呐，就是操心的命。他五大三粗的，他能出什么事儿啊？我总感觉不对劲，咱俩找找去。行，说吧，怎么找？是分头去找，还是一起找？一块儿吧，别回头你我都找不着了。你是一个人走山路害怕是吧？老板，前面怎么躺了一个人啊？哪儿啊？哪儿？就那儿呢。货下来。王大力，
人不见了，什么意思啊？莫名其妙的人就没了。我担心大力可能出事了。担心有什么用啊？去找啊！找了，没找到。那为什么不早回来报告啊？啊？现在回来报告了，我怎么找啊？李爹，你不要着急，冷静点。我也是刚刚听说王大力出了意外，咱们着急也没用，应该马上派人去找。你们两个快点，现在去找，一定要把大力给我找回来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明白吗？是。你别着急，我想王大力不会有什么事儿的。我觉得肯定会出事儿的，否则的话不会渺无音信的。再等等，再等等，总会有消息的。哦，对了，你对事业行刺的事儿怎么看？我总觉得奇怪，他怎么就知道红酒嫂在那天开张呢？而且事先在对面设了埋伏。这个不用说了，咱们这儿肯定有意见。我也这么看，但是这个人到底是谁呢？我怀疑是林茂盛，但是没有证据。哎，对了，粮食怎么样了？还好，但是不算太顺利，因为晚上路不好走，现在运的还不到一半呢。那可不行啊，一定要抓紧啊！这粮食是咱们的命根子。我知道，我会全力以赴的。不行，我还是不放心大力，我跟他们去找找啊。李健，郎中怎么样了？脑部伤了，受了震荡，还好没有伤到要害，不过他的肋骨断了两根，小腿也骨折，再想判断应该是从高处往下跌所致，腿骨我已经给他接上了，肋骨嘛，还得靠他自己慢慢恢复啊。那他什么时候能够醒过来呀？如果没有大碍的话，今天晚上就能醒过来。来，谢谢啊。你拿着方子去抓药，伤筋动骨的一百天就慢慢养吧。那我就告辞了。多谢。哎呦，你怎么才来呀？人家都等你好半天了，赶紧进来吧。这个人是谁？怎么回事？是个八路军，受伤了，昏迷不醒，我在路上捡的，留着他，没准以后有用。明白。对了，总部那边来电，十分关心你的情况，到底有没有进展啊？进展不大，因为周家的保安队一直被我弟弟控制着，我很难插手，尤其是那个张一梅的特派员，如果周家被子的话，别着急，再慢慢想办法。大哥回来了，刘副团长，大哥回来了。李健，情况怎么样？该找地方都找了。
你辛苦了，先回去歇着吧。啊，爹，咱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。我知道。哟，大力哥，你醒了！吴大力哥，哎，你慢点，你别动，别动，我来扶你。来，小心啊！来，靠这儿。哎呀，大力哥，你总算醒过来了。这个郎中说的一点都不准，你都睡了三天了。三天。啊。我在哪儿？啊，这是我家，还好我给你抬回来，要不然早就让野狼给吃了。你把我抬回来？对呀。啊。哎哎哎，别动别动，有伤呢。为什么？哎呦，说来话长，我回娘家的路上路过狼牙岭的后山，就发现你受了重伤躺在草丛里边，我就把你给救了回来。狼牙岭，我去狼牙岭做什么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呀？你真摔伤了，给你吃药。来来来，我喂你。我为什么要吃药？你肋骨断了两根，右腿也断了，不吃药，不吃药能好吗？来，听话啊，来。大力哥，你是不是从山上掉下来的？你去山上做什么去了？我爬过山吗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去？我也是瞎猜的。哎，大力哥，那你仔细看看我，你想不想得起来我是谁啊？你是桃花。桃花，桃花是谁呀？你看，你是红酒嫂。哎，你就够傻，这一摔了更傻。哦，头好疼。大力哥，算了，疼就不想了啊。这样吧，来，你吃口药，我去找人给你送回金山城。你先好好躺着养伤啊！你好好躺着休息啊！月玲，我打两条鱼，正好给你打打牙去。哎呦，这鱼好大呀！你爹啊，每次回来都是打些一些小鱼小虾米的，娘好久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鱼了。对了，那个黄老蔫儿给咱们家送来了几块豆腐，一会儿啊，我给你和你爹做一个鱼头炖豆腐，你们爷俩好好的干上一杯啊！嘿，好嘞，来娘，娘给你们做鱼去。好。对，你老五叔让我转告你，说狼牙岭的黄占魁投了八路军了，八路军啊已经把狼牙岭给包围起来了，很快就给拿下来了。有这事儿，你老五叔说了。万一八路打了过来，你可千万不能帮着赵家打八路。爹，你就放心吧，我才不愿意掺和他们这种事儿呢。等我把桃花赎出来，咱们就远走高飞，离开这个鬼地方，永远都不回来了。哎，我说你小子真的对桃花动了心了啊？走，吃鱼去。嗨，走。乌鲁克萨。彼は宿達長から届いたくれたもの。彼は来なければ、ウルコさんに届きます。失礼します。